人家把那个盆太高了，翻不上去。我们正常滤水，因为我们二楼吧有一个洗碗间，洗专门洗片子，是超声波的。但是你这个太阳间它是有油的，有油我们是滤水。你的确实是这一个这个瞬间滤水的瞬间也被顾客看到了，觉得不雅。